请赐教。选择更多按钮，打开伙伴功能，点击出战，让伙点击升级按钮，消耗魂师修炼时关闭升级，点击返回，点击继续前往猎魂。可以开始自动战斗了，请赐教。蓝眼霸王枪，前往挑战下一关。选择常规招募，这里免费招募哦。尝尝小五姐的八段摔。点击返回，点击返回。选择更多按钮，打开伙伴功能，让我们来请第二个伙伴出战吧。点击队伍配置，点击备战位，选择第二个，点击上阵按钮，点击返回，选择第二个伙伴，点击升级按钮，消耗魂师修炼关闭升级，点击返回，点击继续前往猎魂。